现在已经刚到小巨蛋。台北小巨蛋落成后，许多国际级的表演皆选择在此举办。今年6月，小巨蛋被赋予了新使命，成为全球首座拥有无线宽频网络服务功能的巨蛋型场馆。在这里，要让两队体验无线上网的便利性，上 Walk TV 从两段影片中观察所有演员的服装，并在小巨蛋周围呢找到穿着同样服装的两位路人，与他们合照，拿回给官组审核，答案正确即可过关。听得到了。循环播放啊，你们就是不能快转，也不能倒转。看你们要一个人去一起找，还是要一个人记一段影片里面的时间？加油！再见。好，谢谢。哎，那个。争取时间，绕小巨蛋绕个两圈，然后我们就会往捷运站前进。蓝色衣服的还有呢？还有这个韩国服装的这个女生。韩国服装不错的。好，那这个。对，就是这个。好，这个好，这个聪明点，有前提跟方向。好，那这个就是这个猎物的提示，有机会赶上。先比一下啊！哎，不好意思。没事，谢谢。好，不是，你好。什么打的？你抓到了。不好意思，好，没事，不好意思，我们是一起的吗？好了，就没事。好，没事，谢谢，不是开车。好，谢谢。拜拜，过去。快点，100块啊！100块。多少钱？6000哦，真的？那10000多啊，本来想要回去的。好，太多钱了。那我跟你换好了。那我，我不录了。还有照多少电话？看吧，那我们坐这一班好了。好，等一下。哦，有，凌晨。现在猎物有往西移动的方向，所以我们不要坐台北站，我们坐东西向的公车。那我们应该还要再要一个。钱不够，大概300块。对。我跟杨飞武决定赴新化商场。电脑街已经去过，新化商场没去过，所以我们会先到那附近看一下猎物会不会往那边移动。看他在哪？在这里的公车205、202251都会到新化商场附近。应该不用换太多，先这样子吗？先这样子。好。
因为猎户现在这边有建国啤酒厂这边，那我们是在忠孝东方向这边，所以我们打算至少要先坐到这里，然后不要出站，先看猎户的动向。如果他要继续往西走的话，我们就再坐下一班车再继续往西走。刚刚来了一班203，我们要205。小梦决定是说，就是跟他们错开，然后坐公车。那没想到运气反而不好，那公车也没等到。虽然也是很多台公车，可是都没有过来。之前是去那个花的庙，也现在是星光庙。但是谁知道，搞不好他是走那个啊，走那个路经过而已。公车好像来了，公车好像来，不知道是不是。还有3站，就是最后一站光华商场。那猎户的定位，猎户的定位是在光华商场上，所以我们花钱去豪赌一下光华商场。光华商场最早是作为二手书商的安置场地开始营运，历经多年发展之后，光华商场与周边的地区已发展成为一个广大的资讯产品商圈或者是电子街。商场里的电脑用品、游戏光碟、二手书都是台北最为人知的集散地，在这里要请两队依照提示无线上网查出正确的书与 DVD， 然后进入商场中找到他们并买回他们，关主审核为正确答案即可过关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书本，对，它是书。好，矛盾纠葛。加油！好，我已经找到了，这本书是《海豚爱沙包》书。哎，在这。哎呀，那个我找那个，我等下给你借点钱，我今天在做比赛，但是我买书。要买什么书？《海豚爱上猫》电视剧的小说。快点，书哪边多？大家好，他是俊中，他是我朋友，这边有没有？真的吗？嗨 ，Hello， 请问有没有海豚爱上猫？没有。高中体育选手在学校练习的意外受伤，有个不知名的人救了他。你的 DVD 是什么 DVD 呢？加油！好。老板娘，请问有没有一本书《海豚爱上猫》？哦，好，多少钱？200。便宜点呐、啊，拜托。200，快点！我录节目，礼拜六下午公司总裁会，我知道你他们有跟你讲好，但是便宜一点好不好？100好了，拜托了，拜托了，好，谢谢。不行，一定要200。200，不能讨价还价。哦，好。要到那个前面吗？给我，这个，这个。加油！不用更新了，没事。加油加油，快点！海上，海上上吗？人在江湖上，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就是这样子。台湾吗？日剧还是台湾？台剧的。对了，这个叫小的木板。走吧，还有。可以多少？请问一下，你们有卖 DVD 吗？恋香的。恋香 DVD 那没有。没有。那个吗？那总共买了多少？500块。特价500。